难道军人的光荣就是屠杀别国的老百姓而建立的吗？师父，春子求你了。妈，什么春子？我想你忘记了来到中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现在跟我一起说。大日本帝国必将征服整个中国，征服整个世界。它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最伟大的民族。征服中国，征服整个世界，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最伟大的民族。从现在开始，停止反省。如果你还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恢复不了日本军人的理智，遣送回国。
田中中将，我们已经找到渡边雄一了。太好了，白元俊，请务必让渡边中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研制出 HI 细菌病毒。是。这项伟大的研究成果将会改变历史，它不仅将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相当大的危害，而且还会影响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请田中将军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作为军人，为达到有利于日本的战局转变，我们必须使用最后的手段。我希望三天之后，渡边中将在你的督促下能把研究成果呈现出来。明白，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老师，茶楼已经被我们清空了，店主和店小二已经换成了我们的人，随时可以进驻。把渡边先带过去，还有，加大对司令部的守卫，一定要做到重兵把守。是。渡边的太太由美子在哪里？和渡边先生在一起。好，就让他们幸福一会儿。由美子，我对不起你，作为一个男人和丈夫，我一直无法面对你，做了逃兵。对于女儿的死，我一直无法释怀。你为什么那么自私呢？我们是夫妻，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一起面对的。你怎么能抛下我？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他们把我送进了慰安营里。你说什么？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听说你已经死了的消息，我自杀了好几次，可是都没有成功。你知道我是多么的不想再活下去吗？你为什么还要再出现？我让你受了那么多的伤害，我失去了女儿，我不想再失去丈夫了。由美子，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多么恩爱的一对啊！放心吧，你们以后会永远在一起。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请渡边君离开。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不会太远，放心，你们还会经常见面的。干什么？渡边君！渡边君，别紧张，把夫人带下去。是，走。渡边君，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为什么要和你做交易？因为你的夫人在我的手上。卑鄙！如果三天之内你研制不出 HI 病毒的话，会有更卑鄙的事情发生。由美子会被遣返回慰安营。你不能这么做！我当然可以这么做，当然，只要你配合，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渡边君，我不是一个绝情的男人。
院里面的战俘的尸体远远不是战俘的人数，也就是说有少量的战俘已经作为试验品被转移走了。如果渡边雄一没有找到，那没有理由再留着这些战俘。等等，大头说他吃的是一种假死药，而这个假死药就是修道院里的疯子给他的。这个疯子我以前听小刀说过，他很反常，总想找办法把他们救出去，并且鬼冢对待疯子的态度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你们想想，一个疯子能在修道院里面来去自如，还能拿出如此高端的假死药，我认为就是说这个疯子就是渡边雄一。很有可能。那这个渡边雄一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呢？也许渡边雄一对此计划并不配合，所以他一直扮演着疯子的角色。毕竟他自己亲生的女儿也是死于自己的实验。作为一个父亲，我想他永远都不想再碰这些细菌了。目前的重中之重还是要找到日本人转移的细菌实验基地，找到了基地，我们就能找到这个渡边雄一。板垣肯定会很快把基地转移走，他不会让我们这么容易找到他。板垣是个诡计多端的人，我想最佳的突破口就是在日军的司令部。老师，你已经做了一天一夜了，板垣只给了我们三天时间。鬼冢君，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我们是军人，别无选择。用一种惨无人道的方式进行一场杀戮，实现自我侵略的目的。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应该拿起枪上战场，而不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老师，你应该很清楚，日本没有足够的原料来制造武器，我们只能寻求新式武器，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一种。老师，你以前不是……不要跟我谈以前。对于你女儿的死，我非常遗憾，但是作为一名日本人，一名日本军人，在战局一路挫败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依靠细菌武器，依靠您。如果战争的胜败取决于我个人，那我选择停止战争。老师，为了师母由美子，您没有选择。我们研制 HI 病毒，那就是用更残酷更凶暴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人，对那些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以空前的屠杀。所以鬼冢君，我绝不能让实验成功。如果实验不成功，您我包括由美子，我们都会死在板垣的刀下。鬼冢君，鬼冢君，如果你还认我这个老师的话，那老师请求你不要再参与战争了，救出由美子，我们三个人一起逃离这个地方，回到日本，哪怕过着贫穷的日子，但起码我们有尊严。鬼冢君，不要再做丧心病狂的帝国军人了。老师，我不能答应你。鬼冢君，你该清醒了，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圣战了，大日本帝国的现状，它就是一栋外表秀丽的木房子，而它的内部早已被蛀虫蛀得满目疮痍，它已经无法支撑它自身的重量，轰然倒下那是必然的事。可悲的是，像你这样的人居然还盯着它依然华丽的外表，而无视它内部腐烂的事实。不，不可能，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实验成功。实验成功，你日军司令部加强了守卫，据我观察，门口有日军一个中队布防，三个小时换一次哨，不太容易进去。谢大哥，高副司令说这个渡边是关键线的人物，我们打进去把他截出来不就行了吗？苏姑娘，咱们现在可不能当好战分子，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渡边雄一就在司令部里，抓个日本兵问问不就知道了。不行，不能打草惊蛇。来当喽，来当喽。
我看过了，连司令部旁边的通风口都有四名暗哨把守，看守得如此严密，看来日军司令部里一定有鬼。从表面上看，似乎秘密基地确实转移到了日军司令部里，可是如果我们依照板垣的一贯行事风格来考虑，他不应该做一件能让我们猜到的事情。板垣是个下象棋的高手，他总是能下一步看三步，所以我们要提防着他，不能上他的当。可是咱们在这儿等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就这么傻等着？再看一下吧，密切注意日军司令部进出的人员，走，我们去看看。都这个时候了，板垣还有兴致带着女人来做衣服。这个日本女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会不会是板垣的夫人？走，跟上去看看。去了，哎，我和你一起去吧。放心吧，谢大哥。那行，自己小心。板垣中佐 ，HI 病毒研制的怎么样了？渡边老师不配合，我会让他配合的。
剥出他的五脏六腑，按顺序排在手术台上，在装有福尔马林液体的瓶子里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个小男孩的心脏在有力地跳动，再用手术刀在他的脑袋上横切一刀，再锯开头盖骨，用双手伸进柔软的保护膜，露出脑子，就是这双手，我曾经做过无数这样的事情。你觉得这样的战争是人道的吗？不要说了。不要伤害他。那就取决于你。我没有办法。我帮你想到了办法。魏仲中佐，马上带尤美子到隔壁房间，好好享受一下吧。这。连中将，你不要忘了，魏总是你的学生，他也一直参与研制 HI 病毒，这么辛苦，应该犒劳一下。尤美子是我们慰安营的一员，当然应该这样了。哼，毕竟我们都是男人。我，这是命令。是。老师，对不起了。不别去，不别去，放开他，放开他。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震撼呐。凡人，放开尤美子，我答应你。早知道这样，何必让尤美子受罪呢？好了，把鬼冢叫过来。这儿，尤美子，尤美子，好了，不会有事，我保证不会有事，你放心。明天天黑之前，我希望拿到实验成果。我答应你做实验。我也答应你， HI 病毒研制成功以后，我会送你们两个回国。渡边中将，明天用你的实验成果来换你的妻子。有本事走。怎么样，看到板垣和那个女人吗？谢大哥，日本会馆里每个房间我都找过了，可是只有他的侍卫在，板垣跟那个女人却不见了。会不会和裁缝铺一样，他们从日本会馆的后门走了？不可能，会馆只有一个前门，并没有后门。那就太奇怪了。
从西边过来的。是啊。走，跟上去。简直是胡闹！谁让你们俩进去的？薛队长，这事儿不能怪如江，是我要进去的。整天在日军司令部门口晃荡，这也没用啊！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事我也有责任，不能全怪林大哥。谢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不好在没有惊动日本人吗？对了，我们这次出来。多亏了盛墨。盛墨，是我们在进入日军司令部的时候中了埋伏，是盛墨提醒了我们日军司令部已经被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是他救了我们。这个盛墨好像已经帮了我们两次了。这个盛墨为什么这么帮咱们？对了，谢大哥，你们跟着板垣有什么发现吗？板垣现在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们看，这是日军的司令部，这是裁缝铺，这是日本会馆。板垣从司令部里出来，到了裁缝铺，然后从裁缝铺后门走出来，最后到了会馆。这就是他的路线。这板垣带着个日本女人去日本会馆干什么？是这样，我在日本会馆的时候看见他们两个，然后我就乔装成日本人进去，之后把这个会馆翻了个底朝天，可就是没看见这两个人。是啊，板垣跟这个女人到底去哪儿了？这是板垣给我们施的障眼法，你们看，日军司令部和裁缝铺，还有这个日本会馆，我想这都是板垣。
哎，客官慢走。好好好，哎，确实很多。攻击区，背水一战。经过我们的排查，秘密实验基地最可能在茶楼和日军司令部，而日军司令部有重兵把守，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而茶楼是公共场所，我们随时可以攻进去。谢大哥，这大白天的，我们怎么攻进去啊？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以百元的自信，我们现在的战斗力，根本不敢与他硬碰。他不会想到我们大白天赶来。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去袭击茶楼，如果司令部派人增援，说明渡边藏在茶楼；如果他没有增援，就说明渡边在日军司令部。我觉得谢虎说的有道理。嗯，我们就这么干吧。嗯，目前看来，如果我们成功了，想要撤退也是很难的。我们要先想好撤退的路线。哎，谢虎，你看这样行不行？这儿的巷子四通八达，我们就和小鬼子好好玩玩。哎，你怎么老想着玩，总是冒冒失失的。哎，我同意林兄弟的说法，如果我们行动了，日本人有所动作，咱们就兵分几路往巷子里撤。童姑娘、苏姑娘，你们来掩护。
为我和林兄弟救渡边争取时间。嗯，走。好。哎，二位客官，来里边请。客官要点什么？二两白酒吧。哎，好嘞，稍等啊。